李，本节课我们主要复习少林英雄棍1-12动作和学习少林英雄棍21-25动作。首先我们回顾复习少林英雄棍1-20动作。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徒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膝部推棍，左膝部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帅，弓步架棍，弓步压棍，跳跃压棍，左弓步拦腰棍，右弓步拦腰棍。起立，下面请看英雄棍1-20动作背面演练，向后转，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徒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膝部推棍，左膝部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帅，弓步架棍，弓步压棍，跳跃压棍，左弓步拦腰棍，右弓步拦腰棍。起立，向后转，下面请看少林英雄棍1-20动作侧面动作演练，向右转，站立，预备式，马步抱棍，提膝拉棍，弓步背棍，马步挑棍，上步挑棍，弓步盖打，徒步摔棍，弓步拉棍，右膝部推棍，左膝部推棍，弹腿挑棍，转身扫棍，左弓步扫棍，钉子步背棍，阵脚侧帅，弓步架棍，弓步压棍，跳跃压棍，左弓步拦腰棍，右弓步拦腰棍。起立，向左转，接下来请看少林英雄棍21-25动作动作演练，预备，
弓步压棍，走。皮膝独立，走。正脚来拿拿车棍，走。车棍倒把，走。左右马步扫棍，走。起立。下面请看少林鹰手棍21-25动作，背面动作演练，向后转。弓步压棍，走。提膝独立，走。正脚来拿拿出棍，走。戳棍倒把，走。左右马步扫棍，走。起立，向后转。下面请看少林鹰手棍21-25动作，侧面动作演练，预备。弓步压棍，走。提膝独立，走。正脚来拿拿出棍，走。戳棍倒把，走。马步左右扫棍，走。起立，向左转。下面请看少林鹰手棍21-25动作，分解动作教学。预备，弓步压棍，棍柄向右腿外侧收，转身提膝，棍柄向后拨动，向上向前方握弓步压棍，左手握于腰间，提膝独立，右手划棍，握住棍柄，棍稍贴地，向前伸出，左手落于右肩，手臂向上举，落马步，提左膝，仙人指路，正脚来拿扎，戳棍，左脚落步，双手托棍。上步正右脚拦，右手向上翻，棍稍向下，左脚上步拿，右手向下按，落于右肩，扎，右手向前推动，收回，棍柄对准咽喉，戳棍倒把，左手向前滑动，棍柄向右侧，右脚收回，棍柄向右侧抓出，右手伸直，马步左右扫棍，右手向内侧滑，转身落马步，棍稍从后面向前面贴地扫棍，转身抬棍稍向正后方贴地扫棍，转身抬棍稍向正后方贴棍，落马步扫棍，起立。下面请看少林鹰手棍21-25动作背面分解教学，向后转。对，弓步压棍，棍柄向右腿外侧收回，转身提膝，棍柄向后向上向前落弓步，向下压棍，左手抱于腰间，提膝独立，右手向前滑动，握住棍柄，棍稍贴地，向左前方伸出，落马步，右手向上举，举过头顶，提左膝，仙人指路，正脚来拿扎，戳棍，左脚落地，双手托棍，拦，右手向上翻，正脚，棍稍向下
拿，右手向下翻动，落于腰间。说棍，右手向前推动，收回。棍顶，对准咽喉。说棍倒拔，左手向前滑动，右脚收回，做钉子步。棍顶向右侧导出。马步左右扫棍，右手向内滑动，转身落马步，棍梢从正后方向前地面扫动，转身棍梢头顶云过，落马步从正后方向地面扫过，转身棍梢向地面扫过，起立，向后翻。下面请看少林鹰手棍21-25动作侧面分解教学，预备。弓步压棍，收右脚，棍顶棍顶，收到右脚外侧，转身，棍顶向后滑动，向上，向前。上步向下压棍，左手抱于腰间，提膝独立，右手向前滑动，握住棍柄，棍梢贴地向前送，右手向上举，举过头顶，提左膝先人直，阵脚来拿扎抽棍，落左膝，双手托棍，拦，阵脚，右手向上翻，拿，右手向下翻，落于腰间，落马步，扎，右手向前推，收回，棍柄对准咽喉，抽棍倒拔，左手向前滑动，右脚收回，落钉子步，棍柄向右侧倒出。马步左右扫棍，右手滑动，转身，棍梢从正后方向前向地面扫过，转身，棍梢贴地扫动，转身做马步，棍梢贴地面扫动，起立。让我们再来练习一遍这节课所学内容，预备。弓步压棍，走。提膝独立，走。阵脚来拿扎抽棍，走。抽棍倒拔，走。左右马步扫棍，走。起立。本节课到此结束，希望同学们下来自主学习。敬礼。